报告委员会出席为八人，移除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八届第八会期内政委员会第十九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4年11月23日上午9:16至11:24，地点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庄委员瑞雄等七人，列席委员黄委员韦哲等17人，请假委员张委员庆忠等7人，列席官员内政部政务次长陈纯进等，主席段召集委员宜康。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邀请内政部部长陈维仁、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处长刘清芳、法务部、财政部就如何健全我国住宅租赁市场并提升租屋品质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本次会议由内政部次长陈诚进等报告，既有委员庄瑞雄等八人提出质询，均经内政部政务次长陈诚进等及其答复说明，并由委员吴玉生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单位另以书面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委员段宜康等三人提出临时提案，请参阅决议，照案通过。散会，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如果没有，我们就确定。请我们继续进行今天的报告事项，请宣读。11月25日，邀请内政部部长陈维仁率同警政署署长陈国恩、国家安全局局长杨国强、法务部调查局就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安全维护工作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宣读完毕。今天议程编列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安全维护工作专题报告及询答。在报告前，我先介绍列席官员啊。首先介绍内政部陈维仁部长、警政署陈国恩署长、周文科主任秘书、刑事警察局刘伯良局长、保一总队关正哲总队长、督察室耿继文主任、保安组李真坤组长、保防组蔡耀坤组长、国际组曹晴辉组长、教育组詹永茂组长。接下来介绍，因为国家安全局杨局长请假，那么请国家安全局特种勤务指挥中心李书涵执行长代表，特勤中心徐文豪组长、第三处曾正豪组长、郑仲凯组长、法务部调查局国内安全调查处李福海副处长。以上是介绍列席官员。好，我们现在请内政部，我们会依序请内政部、国安局跟法务部调查局来做口头报告。我们首先邀请内政部陈部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安。今天列席贵会来就这个第14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治安维护工作确保选举和平顺利进行相关的工作做个报告。总统、副总统选举将届，为了确保选举期间良好的治安，本部警政署已完成警力与装备的一个准备，为确保治安维护工作的圆满达成，有底下的策进的作为。第一个就是强化选举治安的维护，包括设定安全维护及治安情资收集的计划，订定了总统、副总统参选人安全维护计划以及选举治安维护纲要计划，并致重点在加强各参选人的安全维护的措施。另外也加强收报影响选举安全候选人以及配偶安全的危安因素，那么陈抗滋扰、暴力及贿选介入选举等相关疫情的情资及时通报来应处。第二个就是加强任务的训练，本部警政署从今年的3月30日起分4期召集相关的警察机关随护编组人员，总共1070人实施任务的讲习。第二就是全面
实施机动保安警力的检测以及装备的检查，提升任务执行的能力。第三个是召训各检察机关分局长以上的干部办理任务的讲习。第四，任务针对选举期间大型造势活动候选人以及及配偶搭车等等之警务勤务，落实勤前教育的训练，提升所属对于突发状况的应处能力以及执勤的技巧。第三是加强候选人人身安全维护方面，包括自各政党推荐参选人之日起及派专人征询安全维护的事宜，依参选人申请派遣随护警卫人员执行参选人人身安全维护的事宜。第二，每一位总统、副总统参选人公开活动的时候，都由辖区的警察局加强随护警卫的安全。第三，在候选人登记的时候，加强登记处所、安全维护以及安全走廊的规划。完成登记以后，就即由国家安全局特勤中心来负责候选人安全维护的事宜。第四个就是候选人及其配偶的住在处所以及莅临的场所勤务，也由勤务中心基本编组及地区的警察机关来共同执行。第四，有关落实竞选处所及住所安全维护方面，针对各候选人竞选总部57处、服务处40处、后援会86处及住居所前面清查检视安全的措施，评估治安的顾虑程度等级，强化各项安全维护的作为。第五，有关加强造势活动现场安全维护方面，对活动现场及舞台控管及配合主办单位控管及过滤上台人员的身份，妨害维安事故的发生。第二，就是候选人进行扫街办票或造势场合大进场的时候，规划安全走廊，严防危害等状况的发生。第三是候选人抵达离开公开活动场所的时候，加派适当的警力，强化上下车点安全的维护。第三是计划选前治安防治枪击暴力方面，分成计划选前的治安，研定了计划选前治安以查会自爆及收证专案的计划，执行减速扫荡黑道帮派，严密查缉非法枪弹，加强查缉各类毒品，强力扫荡赌博行为，以及快速侦破这个暴力犯罪等五大重点工作。从今年的10月1号起到选举投开票日止，列为重点的工作，包括查缉非法枪弹、扫荡选举的赌盘，以及减速黑道帮派。另外，也要求各警察机关针对恐吓参选人候选人以及相关人员的维安情资主动侦办并专案列管。第二是加强查会自爆防治黑道介入方面，包括强化情资的收报、查枪击的暴力。各警察机关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负责统合侦办会选暴力的案件。另外，也全力投入查会自爆受理民众的检举，指派专人分析侦办，同时研定防治选举枪击案件专案执行计划，主动查制造改造枪支的场所、拥有枪的黑道帮派分子，以避免发生选举枪击的案件。另外，在积极选前扫黑、严密约制监控方面，针对黑道帮派加强约制监控。另外，也要求各县市警察机关对于黑道帮派分子以暴力手段恐吓或其他非法手段干扰竞选或选举、影响选举结果的活动状况，应专案的来列管控，强力的约制。设有组织犯罪者，优先减速到案。结语就是，此次总统、副总统选举各项造势活动已积极展开，本部警政署自当结合相关的机关，督率所属全力以赴，确保选举安全维护工作顺利圆满达成。以上报告。好，谢谢陈部长。
我们接下来请国安局李执行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生、女士，国家安全局特种勤务指挥中心报告。第十四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本局特勤中心依据《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114条以及《特勤条例》第5条，自候选人完成登记日起，就从昨天11月23号到27号，一直到中选会当选公告，也就是105年1月22日翌日24点为止，协同有关机关长理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及其配偶之莅临场所、居住所、机动期间及扫街拜票等安全维护事项。国业有关的重要准备作为，本区特勤中心总结历次安全维护任务的经验，依据状况的预想，兵棋推演、动态模拟、实兵演练，建立了标准的作业程序，陆续的完善各项安全准备。重要的准备状况依序后报。第一，安危人员的编程作业，遴选那边本中心警政署第一警官大队、宪兵指挥部警卫大队，编成3组基本编组、1组预备组，每组55人。二，经此安危专业训练，为提升基本编组人员应勤能力，于104年5月到11月，即以从严从难、临优汰劣的方式，针对那边安危人员，采2阶段，各为期12周及5周的专精训练，全面提升勤员的任务执行能力。三，严密维安情之部署，以协请各权责机关梗续进行维安情势的研析，持续发掘并确实掌握情势动态与指向，并运用预警通报与地区联防机制，加强戒备、全面警戒、应变自变等手段，完善危害与资金扰的预防工作。四，预拟场景模拟演练，为提升反制应变及状况处置能力，已于104年6月到7月期间举办各项任务编组单位联合兵力推演及实兵演练。五，提升安全防护能量，反狙击依勤务环境及预警情之威胁程度派遣反狙击，并更新声响枪击侦测系统的性能，必能迅速侦测枪源的来源，标定射击位置，有效侦知与反制。二，侦报犬，新一代澳洲式训练的拉布拉多侦报犬，全面提升了侦报犬小组的效能，以迅速发现爆裂物并机先应处。防弹扫街车拜票，防弹扫街拜票车完善的防弹扫街拜票车防护与辅助功能，供行车扫街拜票时使用。防弹衣已提供新款伪装式的防弹衣，提升候选人的人身安全。建立多元对话的窗口，选举期间各项竞选造势活动频增，为使选务与安危工作接轨，本区在9月份赴各政党竞选团队实施拜会，由专责人员及专一的窗口建立双方协调平台，妥善媒体沟通协调，为完善安危工作推动，本区于11月13日甲特勤中心举行成军典礼，并邀请各家媒体分就人员的教阅、装备的展示、战绩的操演，展现训练成果，利于选举期间预定专责人员担任媒体协调、加强协调联系的工作。候选人安危工作简报，本局已向候选人实施安危工作简报，并候选人了解特勤安危任务执行的方式，
与重要准备作为。候选人居家住所的警卫据点已经分别开设，安危勤务管制室也已经于昨天完成开设执行任务。高阶督导组，选举期间本区重要高阶干部与督察单位编成督导组，针对各造势活动及任务执行实施督导，预算编列及装备采购按计划执行。三，安危任务的执行，有关安危编组，本区特勤中心的安危编组架构上层国家安全局特种勤务指挥中心，下设安全维护管制勤务管制室，然后各安危编组既有基本编组、地区编组以及机动预备队。其次，有关居住所安全维护、机动期间的安全维护、莅临场所的安全维护以及扫街拜票的安全维护，一切均按照计划来执行。最后结语，候选人安全攸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本局已做好全盘准备，绝对恪遵依法行政、行政中立之立场，发挥专业技能，贯彻法律所赋予的职责，确保第十四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及其配偶人身安全维护工作圆满顺遂。报告完毕。谢谢特勤中心李执行长。这个我们是不是请工作人员先把这个，现在来了没有？来，我们请，我们会议先暂停，我们把工作这个灯处理一下。这个警长不好意思，这个可能要请您让一下。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法务部调查局李副处长代表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首先向大院各位委员对法务部调查局业务推动上的支持与策略表示最大的谢忱，仅就今天的议题呢提出报告，敬请指教。本局配合国安局选举专案计划，主要任务为掌收中共外力金钱暴力介入及民众陈抗致影响选举安全之重大状况。由于加强收报危害各党派参选人人身安全之预警情资，更为目前首要任务。相关勤收部署作为如次：第一，先期完成维安基础调查，已达万全目标。为了确保参选人于竞选期间人身安全及选举过程顺遂，本局已先期完成维安基础调查，以其精确掌握可能维安对象，落实防护工作，已达安全零意外及绝对万全目标。第二，加强收报维安预警情资，落实通报机制，加强收报辖区有关特勤潜在维安因素及相关预警侦候，并落实地区保防协调汇报等联防机制，有效整合资讯及横向快速通报资源，持续掌握各类维安顾虑对象动态。第三，强化维安目标支部及网巡作为，及时掌握动态，责成外勤据点依维安顾虑对象等级妥密咨询或运用人员，常态性浏览皮的脸书或加入 LINE 等社群，了解有无维安讯息，适时提列为辖区目标，一力清查过滤，掌握借网络发起之陈抗讯息。另要求外勤单位针对较具维安顾虑之团体及个人，与友军保持密切联系，采定期或不定期访视方式，多方面侧密了解彼等是否借网络散播维安讯息，及时掌收通报。第四，加强横向联系，提前掌握维安对象异常，强化与辖区警察分局及基层公所、社会民政部门等联系工作，提前掌握维安对象动态及异常言行，并善用网络特性与电子及平面媒体保持联系，助收偶突发事件衍生之维安侦候。
第二，选举期间均严格要求恪遵依法行政、行政中立工作原则，不参与、不干预、不介入任何党派政治活动。目前各项工作均依专案时程顺利执行。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赐教，谢谢。好，谢谢副处长。那么现在要开始询答啊，我们本会委员发言时间12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截止登记时间是10:30。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的庄瑞雄委员质询，时间12分钟。主席，我请我们内政部陈部长，请陈部长，警政署陈署长，陈署长，还有我们公安局啊，那个李执行长啊，李执行长麻烦，法务部哈、哦，今天来了李副处长嘛哈、哦，是，张委好，是副长麻烦一下，麻烦请上来副长，部长，是，你今麦应该拢大刚笑眯眯啊哈。迄即马哦，即马上请诶，看在承建承威人算足请，即马有一个承建人比你较请，差一支尔，有啥物感想无？无啥物感想咧。你还在无感想，还酸溜溜？过去啊吼，整个总统跟副总统这一场选举啊，其实本来大家也感受到差不多啦。这个象牙象书啊，目前看还真稳定啊！吼、哦，你有去看？你有去看过一出戏无？偶像剧你敢不咧看电视？有咧看电视，但是唔知道有看到你讲迄出。我可能不会爱你。这出偶像剧你冇看过哦？哈！啊无，逐工你播出个很快，你有看到一个大人哥？你有看到这个名书无？有看过，但是我不晓得他是谁。你唔知啥叫大人哥哦？你我到拄啊，我了等下你一定酸溜溜啊！即摆叫大人哥哦，迄酸奶杀手，你知唔知？你敢唔知啥叫大人哥？你唔知？我知道是一个影星啦。他们一个影星，哪个唔是咧讲黑啦？哪个是讲哦？外界咧讲个大人哥是讲哦，咱台湾最温暖的哈，迄暖男呐、啊，吼！即摆暖男，你听无？温暖的男人呐、啊，哦。啊，就是予人感觉，就是讲温暖的男人，用过处顾家、爱家，懂得照顾老婆、爱护家人，像旭日阳光一样哦，会给家人跟朋友温暖感觉的阳光男人呢、啊。这个部长，你有做什么做暖男无？我感觉你的形象嘛，真好啊吧？何况搁在那，跟他，搁跟他差一级尔对哦。你得。拢二高位啦，拢小港。啊，拢二高位啦，吼、哦、吼、哦。所以你看你哈嘎，你作爱。所以啊，我们也期待说明年的整个政局啊，虽然它可能会有变化，但剩下这几个月里面呢、啊，其实本席也期许你啊，在整个公务上啊，可以像过去一样。这个在台北市我就大家也都一起共识过了啊，在公务上我期许你可以继续啊，在努力了、啊。虽然有可能全部盖等啊。当个真正的暖男哦，这最重要呢，内政部呢。但是呢，从11月22号啊，我们看到了一则讯息啊，就这个奥巴马，他在马来西亚这个吉隆坡去提到反恐，台湾呢，是他反恐的携手的合作伙伴，那他也联盟啊。部长，你干一个内政部长，你听到这看到这一则讯息的时候，你心肝内吃一下呗。我想反对这个啊，这个恐怖啊，这个分子，我想这个每一个都是我们每一个国家的治安的重点了、啊。那当然了、啊，我的意思是，当奥巴马在公开的场合提到反恐，这摆 ISIS 加西人，你知道嗎，世界杀的乌白大嘞。奥巴马这样一公开提的时候，本席是吓一跳。在场参加整个峰会的中国，他有参加，还不提中国，台湾没有参加，那公开的来提到台湾，这有玄机了。但是
在你的职责里面，你会不会特别有会想到说，那我们该来多做一点提升什么？其实我跟委员报告，恐怖攻击当然ISIS现在是大家啊对啊都认为是一个最极端的啊代表，但是也不是恐怖攻击都只有啊ISIS这个集团。我是讲佮加一个啦，加一个加足恐怖的啦。对啦。啊！人可以攻掉烂的时阵呐、啊，我们当然要就我们无端被扯入啊！我们该去跟国际之间来共同合作，合理啊，来用点的东西衰啊，好像变成一个以往后被攻击、被报复的一个对象啊！你应该马上去反射到的是这个，啊，不是吗？这才是一个正常合理的人的。在反恐的这个准备上，一直都是非常的注重。那我们也提升了我们在啊各方面，包括边境的啊这国境的安全的这个检查，以及我们包括我们的啊各方面的这个啊公共场所的这个警戒的措施。你也欧北讲，哎，卢家成讲啊，谢谢来，来，哇，陈署长，陈署长，哎，喂，好，我丢工边境上的党弄提升，您提升上，哎，跟我打个电话没有？哎，事实上我们反恐也分级啊，哈，那在世界的评比里面，我们算是这个第二级，第二级是风险低的哈。啊，这是今后啦，那风险本来就低啊，我知道风险低啊。奥巴马一讲以后，我们的风险搞不好就升高了。最近还有一个排名啊，去年是99，现在我们降到113了，这是一个经济和平研究所对反恐指数的一个。啊，我的感觉多大级啊！所以我们警察的部分就是暴力跟重大危安事件，我们第一时间有一个机动应变的小组来做处理。那事实上这个训练都没有停歇过，包括我们到法国到新加坡，包括美国反恐的训练，我们都有在做交流，来吸取人的薪资来做应变。我这不是没有，我这不是没有你政令宣导啦，我是您部长都要跟他说，你们现在已经有那个提升，还是提升的对，你们讲一半行来大家参考一下，是提升的对。针对 这一次的那个跨国巴黎的事件呢，我们不管是机场、港口，包括那些驻外的人员，尤其是这个可能比较受到攻击的美国在台协会、美国这个相关的处所跟跨国这些，还有学校，我们都有加强巡逻跟这个跟学校做联系，做必要的应变等等这些措施。您这要去看路线了，来，那个公安局、公安局执行长啊。我来请教了。是内政部刚我们警政署的陈署长，他谈的啊是一般性的。本席的意思就是说，台湾这次无端呐、啊，在这个马来西亚吉隆坡这个峰会里面，被奥巴马这样随口这么一提以后啊，在我的感受啊，我们的危险增加。ISIS 这群的手上人看不的啦，啥的欧北，那个已经都是。你不能用常理去判断他。国安局针对奥巴马去附带把台湾这样拱上国际舞台，我们是整个反恐的一个联盟以后，你到底有没有特殊的、特别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提升啊？对反恐，马博，哎，注意啊！你难道都没有感觉吗？如果今天 ISIS 公共的料，那哎。奥巴马这样提提以后，他看了觉得说：“哦，要求我来你台湾，你要对抗我的，也要铲除我的。我们适逢在总统大选呐、啊，是你们不能无所感呐、啊，总要有所预先来做一个防范呐、啊，推演呐、啊。你们不是最喜欢推演吗？是你不能每次推演的想到的就是什么中共呐、啊、金钱呐、啊、暴力啦、啊，这跳鬼斩人跳个弄谁呐？你知道不？这个新人要及时反应啊，他脑袋里要变一个，是你别让点头啊，有无啊？有。”有是啥？你讲两行听我麦。对，向委员报告，这一次特勤中心针对所有的候选人，我们都加强了所有的安全措施，包含了侦报权。经过一年的准备，我们特别成立了侦报权小组，所以对于防暴这一部分，我们有充分的信心。第二，我们也成立了枪侦反狙击小组，它的设备提升。好，来来，设备会猛的，你们是不是用了一个什么网枪吗？是，网枪那个，你晓不晓得以前谁用过？不知道，不知道。来，陈国文署长，你敢讲？
网枪警政署有没有用过？有用过，有用过。来，我你检查的，你卖搞阿爹的论述。然后用完以后，我们什么时候把它报废掉了？几年前报废掉的。这一批我们在1997年购买，有3000多具分配给各分局派出所。对，针对精神疾病的，在处理的时候。对了，啊，当时报废掉啊。那因为年限到了。哦，现在105年、104年、97年买的，没盖会员啊。但是他们的地方的预算可以自己再购买。吼，哦，你得一个报废掉啊，执行长啊。是。你们买什么物件？小阿讲问者啊。你敢你听有啥叫口碑无？咱咧食物件，人讲好食，讲未歹来参考者。你讲对经较好食，你问陈部长，伊讲该推荐对经，啊，你着去已经食，伊该讲未歹，你唔当去买，你唔当去买。你咧谨慎谨慎数不爱用诶，甲你报废掉啊！啊，你当作那报，你去也买回来，总统大选要用诶呢？报委员特意去买的网枪，跟谨慎数买的网枪完全不一样。算恁诶较敖了，对啊。对。敖啊，功能是加你多。好了，你把它射出去啦！啊，射出去又怎么样？你把那个还比较稍微恐怖的、骚扰的，把它当成狗一样，把它网住，然后呢再来 SOP 是什么？我只看到你们在那边秀。秀说：“我这个东西很好用，很好用。任何钱砸下去的设备啊，东西好，你也要看你怎么使用。整个 SOP 程序有没有弄出来？有啊，不你搞阿公我听。本中军使用的网枪是属于非致命性武器，它有3项功能：第一个夜间照明，再来是捕捉器，还有电击。因此，如果有暴徒接近候选人，第一声警告。”警告：如果他进入10公尺范围内，同时有明显的危害行为，立刻发射网枪将其拘束，上前压制；如果企图攻击候选人，立刻用电击予以制止，然后逮捕。喜欢后，你们告诉说造成更大的一个混乱。这一次啊，公安局到底有没有去预估啊？明年大选剩下50几天而已啊。会返台投票，回到台湾投票，他们有多少人？有没有预估？以前有预估吧。那今年有没有特别再去预估？鲍委员，特勤中心只是候选人的保护工作啊，这方面不是特勤中心的职责。您给他来人都不对啊，这种弄马林挂人叫个代志啊，哦。所以啊，我也期待啊，所有的情资能够掌握的，啊，尽量去做一个掌握了。尤其现在各个政党的总统候选人会主动把整个行程啊去做一个公布啊，本席也非常担心呐，啊。这一些其实啊，对是不是让一些其他有底下想康想胖的那种不孝分子啊，有没有可能啊会伺机而动啊？这个我希望啊能够啊去多做一个思考，啊。是。另外，我们调查局这里哦，调查局叫。我也想来做一个请教。每一次哦，每一次啊，总统大选啊，这个牵扯到整个政党的一个输赢、政权的一个轮替啊，所以常常啊，你们都有时候比较不安分啊。你在外口跟你讲话做歹听啊，调查局那执政党豢养的，哇，那讲话有够歹听，所以要洗刷这个啊，自己啊，你们自己在执勤的时候啊，自己都要自爱啊。各个不同的政党里面都有部件你们的人嘛，你们会不会借这个去互通讯息啊？报告委员，自从法务部调查局法制化之后，再加上国安局这边律定的台湾地区安全情报协调汇报的收集范围，那目前来讲，我相信委员刚才所提的就是至于调查局的所谓行政中立的问题了，哦，我觉得有些状况是一些传统的印象，但是历经了这么多次的这个政治的演变，哦，加上民进党这边也曾经执政过，我相信任何公务单位对这样子的问题应该通通会理解。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以前都是国民党执政，所以才会造成这种状况，还好曾经民进党来执政过，所以现在可以中立了，那很好啊，就让他这一次再把他政党轮替一次，让你们这个调查局以后更知道什么叫行政中立。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结论是这样？抱歉，委员，我只能讲说，民主的思想或者是制度
都是经过时代的演变。中立啦，哈、哦，对了，对了，要中立啦。任何阵营里面呢、啊，哪怕你们掌握啊，哦，麦里亚的可能的互通讯息，大家为了效忠，那搞到最后，你们这个前面这一段期间在所做的行政中立啊，功亏一篑啊，可惜了。但是我也期许啊。我们内政部这个地方，还有我们国安局，还有整个调查局，这一次的一个总统大选啊，现在看似啊，哦平静无波啊，但是剩下往后的这几十天里面，我们认为攻防会越来越激烈，民心会波动，赌盘的部分，我希望大家我们各有所思的人能够去自己的突破。另外贿选的部分，拜托嘞，抓较严嘞。不管对一个政党抓较严的，尤其我的区，拜托我们屏东庄卡，我们不容许任何的金钱来破坏我们那边传统的一个优良的一个选风了，可以做到吧 ？OK， 我们全力。部长是，你要全部拢爱了，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好，请问。好，我们接下来请第二位卢嘉诚委员质询，时间十二分钟。主席，我请警政署署长。陈署长，我们第二次上来就不用行礼了啊。还有国安局，好，国安局是李执行长。李执行长，署长，你好，以及我们国安局李执行长啊，两位我请教一下，选举维安的问题呢？国内国外情资经营适应适当的一个监控，那本席几个问题来跟你讨论一下，因为我们选举呢不是只有这一次，行之有年了、啊、已经民主宪政呢已经是一个常轨，而且在维护人身安全的工作上也与时俱进，一直做得还是相当不错，也曾经呢，也不曾发生过有这么重大的一个违失啊。我请教一下，在两个子弹就能够转变整个的选情，也在2004年的时候，这个重大的一个缺失啊，是让台湾民主宪政呢，在选举史上呢。也丢尽了脸，到现在成了一个无头公案。所以在这方面的一个前车之鉴，你们有没有做好什么样一个万全的准备？署长，请查一下。针对选举期间的枪击案件呢，我们警政署特别定班了一个防枪击案件的专案计划。也就是，在净化选前治安这一部分，我们把这个扫荡黑枪。列为重点的评比项目，那在造势的场合、一些公开活动的场合，我们做好了万全的部署，包括用各种科技的设备、监督系统，包括我们里面的所有舞台的周边的安全维护等等，我们都有一个计划在执行。我本席也是忧心忡忡啊！为什么？2004年陈水扁的两颗子弹啊！一夕之间呢、啊，猪羊变色，这样的一个相当不合逻辑的事情发生，再都显出来，我们在维安方面呢、啊，出了很重大的缺失。何况现在一个惶恐弥漫全球的时候，更有一些呢，地方要惹是生非，也可能借着。全国到处可以说人心惶惶的时刻来制造事端，那单单依警政署呢，你们目前所有的这个维安的一个力量有没有办法来掌握脉动，你能不能说明一下目前你们怎么样来做，一方面以前呢的种种所发生过的一个前车之鉴，怎么样作为一个借镜，防患未然，做一个重点的一个布置。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我们在总统、副总统候选的维安，
还有立法委员的人身安全的保护，跟这些相关的健全总部、服务处所、驻地，包括宣传车等等，这些安全维护都有做好计划。那就是我们在总统、副总统这个维安的部分呢，到目前为止，中选会登记之后，就由国安局特勤中心来接手。那我们地区的警察也都有这个地区的编组，还有一个机动的，如果那个场所这个群众比较多了，我们还会加强这个警力的布置。那对立委的部分，我们都也先跟立委沟通，需不需要人身保护，他的这些竞选的办事处等等，我们会做好安全维护的工作。那造势的会场或者是在一些场合里面，我们每个分局跟警察局还有警政署重点，我们都会做好准备，来做一个必要的安全维护。我知道你所说明的解释这一部分呢，好像千篇一律啊，也就是你们样板式的一个做法了。但是有时候不可能，这些要惹是生非的人不可能按照你们的谁要的剧本来进行嘛。包括美国，你看这个911的一个恐怖攻击，以及法国也做好这样的万全准备，还是让恐怖分子有机可乘嘛。所以说目前的状况几乎等于是将接近草木皆兵的阶段。当然我们目前台湾的政党总统副总统的竞选以及立委的竞选呢，可以的竞争相当激烈，也生怕在这个时候呢招致这些惹是生非的分子在那边作怪，导致呢一些公正公平的竞争呢受到非议，受到呢牵扯不清呢，让社会产生动荡。我们也生怕呢在2004年的事情呢再度来发生。所以当然你们做好目前在台湾各地一些呢可能会惹是生非的一个混子，一些不良的一个混子跟一些非法组织的集团呢，你们有没有做好怎么样的监控，或是怎么样的一个防患未然的工作，请你加强说明一下。这个部分就是对于有维安顾虑的这些人士，包括我们在选前计划之外呢，都扫荡黑帮，做检肃，有制评专案跟检肃这些可能的一些场所。那么针对可能会影响、会有暴力、会介入选举的部分呢，其实我们都有一些名册跟资料，我们会做好事前的约制的动作，然后这个发现有状况，我们都会来做处置。另外在扫黑的部分，我们会发动跟地检署、跟地区的警察会发动这全面的扫黑。那个李执行长，我请教一下啊，现在国际间呢，恐怖攻击时有所闻了。除了说监控国内的一个危险人士以外，国际间的恐怖活动，我们是否有任何的国际组织的合作交换信息？一方面呢，除了维护国人的安全以外，希望不要影响到选举的举行，来惹是生非。那这边你们有怎么样的做法？本席提出来这些，是来做一个探讨。报告委员，特勤中心针对候选人的人身安全维护工作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同时本局的各处都会将相关的维安预警情资提供特勤中心来做参考因应。那有关候选人的安全维护，现在的防弹扫街车、防护衣还有各项的反制装备，我们统统提升了它的性能，所以安全绝对没有问题。本来台湾可以是相当的相安无事，因为奥巴马的台籍看得起台湾，在国企的媒体里面来曝光，可能增加了台湾这个恐怖攻击的一个机会，也一个可能，这个可能的几率也增加。那当然我们如果置身度外，还是呢
不把它看在眼里，到时候呢束手无策，危害家计，可能会影响到选举整个的公平性。所以说，以你在执行这方面的维安，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防范未然？是。过去这一年，特勤中心针对反狙击以及反爆破，对，都有非常长足的进步。我们的侦爆犬小组、枪侦反狙击小组都已经完成了训练，所以未来候选人在任何造势的会场，我们有绝对的把握可以防止可能的爆炸或是狙击危害的发生，请委员放心。那你就是胸有成竹了，是，就随时接受恐怖分子的挑战，希望最好是不要来，他们来，但是来的是无孔不入。是，你说以你台湾面目前的一个国安的一个状况，以及我们国安局你们目前的一个整个配备跟你们的主信，你们足以防患未然，是不是？是。那你们比美国还强了，美国911都没有办法来防患未然，以及包括现在的华国。当然呢，这些恐怖分子是无孔不入的，有时候为了达到目的呢，不择手段，也不见得会按照牌理出牌。所以说，连最近在媒体上不断的播出呢，华国的一个自杀炸弹自杀攻击案，再再显示出来，现在人人自危，不是说我们要自己吓自己，但最起码在我们大选的时刻，不要让这一些坏分子来搅局。所以说，单单你信誓旦旦，但是现在是科技昌明的时代，也要讲究呢，我们整个这个最尖端的一个监控系统跟这些器材，包括人员的属性。我想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也希望你们好好发挥你的战力，来防范接制整个呢在全球弥漫的这个恐怖攻击的声浪当中，又正逢台湾正在大选的一个举办，如火如荼的举行当中，能够安然度过，你们有没有把握？特勤中心全力以赴。那我们就拭目以待。我们身为候选人呢、我们当然会担心因为现在弥漫了这样恐怖攻击的这种危险的环境里面，因为奥巴马的一席话，让台湾本来是安然无事，可能现在我们被卷入漩涡。你们有没有做这样方面的一个紧急状态的一个危机处理？有。奥巴马未提起台湾以前，跟奥巴马的一席话，你们有没有做怎么样的应变措施？有没有？包委员，在他还没提起之前，我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不会因为他一席话而有所任何改变。您放心。好，希望你今天的答复以后作为见证，在50多天，或是未来，全球呢团结一致，共同来对付这些恐怖分子，我想台湾也绝对不会被避免，也绝对会被纳入惶恐的系统之一。这个是长期的作战。好，谢谢你。谢谢委员。好，我们接下来请邱文彦委员质询，时间12分钟。谢谢主席，主席麻烦有请陈维仁部长、陈国安署长、李树涵执行长、李福海副处长，请这个调查局李副处长。邱委好，好，我们最近看到ISIS 的最近公布了一个新的影片，叫做 No Respite， 就是没有停歇。这个影片我还在我的电脑里头正在看这是最新的资料呢，影片里面出现了80个国家的国旗，包括中华民国的国旗。请问，部长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想这个
这个国际的恐怖的攻击，当然在现在的这个整个治安上必须加以重视。所以我们在因应这样的一个新的情势呢，我们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作为。第一个，当然在我们边境的管理上、国境的管理上加强。那这一部分，我们有透过国际的这个情资的交换呢、来加强对可疑的分子做这个筛滤的这个动作。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机场好港口的这个物品的这个行李的这个检查上也非常的也来加强。还有在我知道了，在像海巡署在走私这一方面也是加强在有一些作为。另外在反恐的技术的提升上，我们透过国际的交流对我们的严谨实施更多的这个有关反制这个暴力攻击的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么关于这份报道，还有包括今天早上我也看到我们媒体的报道，那因为自从奥巴马总统提到台湾可能会是现在可能已经是反恐联盟的一份子了。那么我们的驻美国的代表也参加了这些相关的会议，那是不是在相关的作为上面呢，我们应该更审慎一点，我们的风险是不是更提高了？是，刚才陈国恩署长也在讲，就在美国的一个研究机构的这个评比吧，风险的恐攻的风险的评比里面呢、其实在140几个国家里面，我们是113名就是比较这个所谓的这个资料呢是什么时候做的评比？在今年几月我不晓得，但是在它是一个叫经济跟和平研究所，就是 Institute of我这个 economics and peace， 但是这个评比应该是之前的嘛，对不对？对，当然是在奥巴马讲话之前。也就是奥巴马讲话之后。但是对于这个在我想国人对于这样的一个消息，其实也不必太过于恐慌。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国家一向崇尚的和平，所以我们在所谓的这个反恐这一部分在国际的合作上。除了情资的交流以外，我们主要是对于难民的人道援助跟急难救助人道援助跟急难救助。第二个，在台湾我们是一个宗教非常和平这个的一个国家，我们不管是跟哪一种宗教，尤其是像穆斯林在台湾也是非常的和睦的相处，基本上是平等的对待，所以并没有宗教的冲突。而 ICE 这主要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冲突，那我想这一部分国人其实可以放心。我觉得在国际上面我们应该对穆斯林的这个我们像包括我们的这些国外劳还有一些移民都应该要给更多的关注，也表达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是今天的情势已经有所转变，我们应该要有更好的更新的这些资料的一些会诊嘛。但是既然风险不可能会提高，因为今天的影片就是所谓没有停歇，意思就是说伊斯兰国对于这个恐怖的攻击呢是不松手的是没有停歇的，是绝不停止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对恐攻的可能性是会可能会增加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相关部会或者行政院到底有没有就这个议题呢能够提出来，而且呢有跨部会的协调整合？我不晓得其他部会要不要说明一下，我们三个副首长三个所长要不要说明一下，警政署、我们特勤中心、我们的法务部调查局要不要请说明一下？好，这个有我们在行政院是有一个国安办这个国安办的这个在一个机制，就我所知，国安办或者是我们上次我们招委也有邀请他们来，那我们也了解到台湾有可能被恐攻的地点包括一些知名的建筑知名的这或者是将来可能一些重要的这个聚会场所，因为我们现在呢即将要进行这个总统大选
所以人潮聚集的地方可能很多，是也极有可能会暴露在风险之下。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三个单位的应变情况、应变措施是什么？要不请署长，我是不是就警察的部分，我先请署长，请署长。各委员报告，部长先请回座好了哈，我后面一些细节也请到他。这个系统包括国安系统跟行政系统哈，国安系统当然国家安全会、国家安全局，我们还有一些国际的合作、国际的情资的交换。那行政院的系统是在行政院有国土安全政策汇报，一个国土安全办公室。那必要的时候，它有一个情资应用的会议会来决定它的层级。譬如说初期啊，一般的那个暴力攻击，那可能我们警察的部分就先有一个机动应变的小组来做应用。那层级再升高，那可能就是部长来整合，再升高就是行政院的副院长来整合这些。那你们现在这几个部会有没有演练过？这个有演练过，他这个像一级的应变中心呢，副院长这个主持的，他有17个功能小组哈，包括二级的有8个功能小组，包括指挥协调、情报统合、紧急发布、搜索救护、维安行动、犯罪侦查、医疗卫生、行政系统这些。这个在国土办的召集下，这些单位、这些小组都有在做会议、做准备，都是在准备，还没有实际上演练过。因为就我所知，上次国土办的回答是说，好像是明年再来演练嘛。啊，那所以现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任何的实际上的演练过，比如说某某知名的建筑。然后一旦发生恐攻，我们的应变作为是什么？在我们现在还在书面上面的作业嘛？在我们警察的部分，我们针对比如说劫机的，或者是一些场所的一个恐怖攻击，我们维安特勤队啊，平常都有跟国际的训练合作，包括新加坡、华国或美国，都有做这个这方面的反劫持的反暴力攻击的一个行动的演练。这一部分我们警察。在应变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已经做好准备。那我想这样子，我们假设一个状况了在一个竞选的场合，人潮聚集，那么发生恐怖的事件，那你们三个单位怎么做些什么事情？之前之后还包括事件当中，你们会做些什么？就有关造势会场的这个安全维护哈，有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他有一个本来随扈就有编组了哈，那这个编组里面每一个。每一组大概有55个人的哈，那这是28个是总统候选人的部分，27个是副总统候选人的部分，他本来就有随扈编组，那我们地区的警察也有编组，就是随着这个随扈编组来做他周边的一个安全维护。那如果这个场子比较大，造势会场，我们当然交通疏导之外，我们在这个就是主舞台前面跟周边要上台下台都有管制，上下车点都会管住，进场的时候的安全维护都会做。万一发生这个事故，地区警察先做初步的处理。那事实上，像这种大型造势场合里面，我都要求说，我们所有的监督系统、高清晰的设备，包括地面的我们所有同仁的那个微型录影器，自己录影收证，这个收证小组的收证，再加上这些设备，可以把这整个造势会场做监控。我们也开设指挥所，能够了解现场发生什么状况，来支援地方紧急应变。好的，我想这样子再请李执行长。委员好。是。就刚才我模拟的这个题目，你们的作为是什么？你们的想法，或者是将来会采取什么样的积极的措施？是，报告委员。特勤中心专责候选人的人身安全维护，如果在造势会场发生危害的状况，特勤中心基本编组的同仁会以身作盾，全力以赴维护候选人安全，护送他离开现场，按照计划到指定的处所避难或是后续的动作，同时回报本局的安全维护的指挥中心。对，是，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维护候选人的人身安全。好，法务部调查局是不是请教您，你们会做些什么？委员想跟您报告一下，有关国际恐怖攻击的这一部分，调查局目前做的是有关于国家重大基础安全建设的安全维护工作，目前我们已经积极在推动，事实上已经在执行。
那这个部分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就是对于国家整体的重要的措这个设施，那目前来讲我们已经有一个具体的推动的计划了。那刚才针对这个您所提到的，就是造势场合这种人群聚集的地方，那我们的做法是基本上面来讲，有关现场的安全危害工作这一部分是大部分都是警方或者特勤中心他们在执行。那我们是针对构成实质危害之前的那个预警阶段，那在这一部分上面来讲就是我们的情报收集工作了。那有关国际恐怖活动这一部分的，我们的做法是现在强调的是国境安全的部分，那么我们已经在最近一两年已请这个行业处他们加强对于重大的就是说有这个为核生化武器的运送，或者大量武器，或者是极端这个可怕的这些威力强大的这些武器的运输转运等等包括人员的流动，那所以是在边境的管制方面你们去尽可能收集资料。你的报告里面也提到说那个常态性的浏览脸书跟 LINE， 是所以我们每个人的 LINE 你们都看得到吗？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讲老实话使用 LINE 的人包括使用整个网络人现在非常非常的普遍，以调查局现在的能量来讲要负责整体的国安工作根本不可能这样做。但是如果说你们想要看都可以看得到不可能，所有这一部分都是属于通讯监察的部分，是那么根据检察机关还有司法机关他们定期的都会到调查局的各调查处站的设备去做检查。好的，我想这个各单位呢都有相关的这些作为，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当然是非常重要， 是对这个候选人的保护。可是呢如果恐怖的这个压力之下呢，或者是威胁之下，那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不同的演练的一个方式。是的，你不是只是针对这个候选人总统副总统或者是将来的立委候选人，但是在人群聚集的这个过程或者是场合里面呢，我觉得我是要这边要特别建议啊，行政院应该要好好的做一些模拟跟演练，把这个各单位的这个相关的作文能够先做统合。如果是一个大规模的灾变的话，就像八仙城堡，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应变的能力啊？像这个将来的一些疏散，将来的一些救护，紧急的救护，我们到底的这个相关的处置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包括一些知名建筑物，将来就一些重大的这个人群聚集的场合，这些的应变过程呢，都到目前没有实际上演练的，是不是行政院应该要好好的去考量一下，是不是请部长把这个意见也带回去啊？我觉得我们要非常重视今天这个 IS 的这个发展那么在反恐跟维安方面呢，应该要加强我们的作为啊。谢谢。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李俊毅委员质询，时间12分钟。主席，各位先进，麻烦请警政署陈署长，请陈署长，特勤中心李执行长，请李执行长，调查局李副处长，请李副处长。喂，好，三位好哈，我先请教一下这个特勤中心李执行长。是。我们今天谈这个总统候选人的维安嘛，是。那我们依据的法规是《特种勤务条例》，是对。那特种勤务条例的主管单位是你们特勤中心嘛？没有错吧？好，那我请教一下哈，依据特种勤务条例的第五条规定，总统、副总统的维安由什么时候开始维护？由候选人登记日起，也就是说这几天嘛，对不对？登记日起才开始嘛。是。那你知不知道所有的候选人都已经跑成什么样子了？那之前呢？之前谁来维护安全？有警政署，所以你们的工作分配是情治的部分调查局，那开始登记以后是由你们来维护，那在登记之前是由警政署嘛？是，是不是？是。好，那我请教哈，如果是这样的工作分配，如果在这个登记之前就有很多状况要怎么处理？那就是警政署来处理，是不是？来，那我请教陈署长，陈署长依据往年的例子
我们在登记之前就发生候选人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有没有这样的例子？这个部分就是最近看起来就是有就是恐吓或者是这个有没有可能？来，我先请教一下哈。登记之前嘛，因为大家什么时候变成候选人还不知道嘛，对不对啊？随时还有换人的可能嘛，对不对？现在还在考虑王如玄要不要换掉嘛。哦，那问题就是说，如果在换人之前，如果在正式登记之前是由你们警政署维护嘛，那我请问你，警政署派多少人力维护总统跟副总统的安全？跟委员报告，就是政党一提名一宣布，我们就主动跟竞选办公室联络，那么需不需要安全维护，有的是会延后了，但是有的是及时啊，那就是这个部分就是没有候选人。所以换句话说，比如说我们两车八人呢、啊，好，谢谢。我们有两车八人在，两车八人嘛，这是随扈的编组。好，另外到地区去地方警察局，还有地方警察局来帮忙嘛，对不 对？所以如果以这样的推论来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民进党是四月就提名了，我们就四月就提名，四月维护到现在都是两车八人吗？还是四月份开始是两个人，后来一段时间大概七月份。其实过去的往例都是如此嘛，对不对？过去的往例都是如此嘛。在过去登记之前发生状况的，警政署有没有做统计？所以有候选人发生状况的这个情形啊，来，我念给你哈、哦，大部分是恐吓，我念给你哈、哦，诽谤。2011年9月3号，哈、哦，在这个蔡英文的造势场里面，一个妇人没有经过检查就冲上台上去了，有没有这种状况？有嘛？那在2011年12月3号，那是登记之后了。辩论当天也是有陈情，然后当场有状况，也是蔡英文。好，然后马总统他本身不是候选人，这个本来就是特勤中心的事情。哦，在2014年9月27号也是造势场合，那结果也是冲上去，好，然后对马总统丢掷书籍。那这样的状况在登记之前，你们要怎么维护？事实上我们就是说刚有随扈编组，有这个地区的编组，还有地方的警察，他会在场所，在任何他活动的这个空间里面，我们会做必要的警力部署。像这种、啊、但是问题还是一直发生嘛，会发生，但是我们及时做处理，因为来候选人要亲民爱民，他要跟民众接触，没有突发状况都会有。好，我来告诉你哈、问题在哪里。来，请那个执行长。执行长，问题在这里哈，就说登记之后你们开始才正式维护安全嘛，对不对啊？由你们特勤中心接管。那现在问题是大家都很早就开始活动了，那以国安局的立场，以你们特勤中心的立场，你们认为这个条例有没有必要修改？报委员，以你们专业判断有没有必要修改？这一次我们要不要把它提前一点？这必须修法。必须修法，所以国安局的态度是在这里正式表示，这个必须调整时间，要往前多久？往前一个月，还是往前两个月，还是看国民党什么时候换人决定？来，你表示一下意见，你是特勤中心的执行长。鲍委，这个题目修法问题必须本局啊全班考量。你们还没考量过嘛？你们还没考量过嘛？没错吧？你们没有考量过嘛？目前只是在研究范围，研究范围。但是你们曾经发生过，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是把这个期限往前拉，是不是这样？还是你们完全没有讨论过？底下近在一年呢？啊，来，好，没关系。第二个问题我再请教。现在有一个问题哈，特勤中心，特别是我们要问的问题，特勤中心的副指挥官是不是最近九月才换？是不是这样？是，那是你的下属吗？不是，不是，是你的长官。是，你的长官最近才换副主任嘛？副指是不是这样？你的那个职称叫做什么？你告诉大家一下。副指挥官，副指挥官嘛，特勤中心副指挥官九月才换嘛，是不是这样？10月1号才换。好、哦、好，十月一号才换。那你知不知道，其实最重要的安全维护是必须对所有的状况非常熟悉。那请教你，为什么十月才在更换？你们认为是怎么样？为什么？还是反正有你执行长在就好，你熟悉就好，上面换人无所谓。不敢啊？对。来，你的回答是什么？长官任务派遣。对。长官任务派遣，所以在总统选举前，然后忽然副指挥官换人了。那你们不会一阵错愕吗？你们不会一阵错愕吗？最需要稳定、最需要了解状况、最需要调配人力的时候，结果哦，满架满架，
哦，我们有长官的特殊考量，所以长官换人了。啊，你们不会一阵错愕吗？不会，不会。反正长官是谁跟我没关系，我就照做就对了，是不是这样？特勤中心始终如一。特勤中心当然要始终如一啊！我现在请教你的是说，第一个要不要把期限提前？你说你们没有讨论过。现在我问你说，你们特勤中心的副主任为什么在选前来更换？那你知不知道，除了你们特勤中心的副主任，还有谁更换？还有谁更换？宪兵指挥官是不是也更换？宪兵指挥官是不是也更换？包委员，这是国防部的权力。那当然是国防部嘛。那最需要国家稳定的时候，结果通通换人嘛？那意义在哪里？来，我第三个请教你一个问题。现在依你们特勤中心的经验，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安全，其实都在什么样的场合比较多？造势会场。造势会场。造势会场，因为要造势嘛，那候选人都要展示他的亲民作风嘛，所以造势会场一定会大进场，对不对？是。哦，那大进场以后，你们大进场的过程当中，你们特勤中心的人力怎么布建？你告诉我一下，你们的 SOP 是什么？报委员，有关于近身防卫啊，如果可以的话，可否私下给您报告？好，没有关系，这个你没有跟我报告没关系。好，那但是重点就是说，其实你们有一套 SOP 嘛，有一套 SOP， 包括这个候选人怎么进场，候选人怎么上台，然后有没有人冲上去，这个都是你们的维护范围，没有错吧？那人力有总共有多少？有近身防卫，有周边的警卫，还有一般的警卫。也就是结合你们还有警政署相关的人力，通通要配合嘛？是，没错吧？是，好，没错嘛，好，你知不知道哈？我们最近也常常在造势啊，在我成立大会里面，我们也有我不认识的人就冲上去了，完全没有人挡。那候选人要进去要造势的话，还是我派我的青年军做人墙围起来啊。那我请问你，如果这时候有状况，要怎么处理？以候选人的人身安全为唯一的目标。对啊，啊，但是现在还没有登记嘛，所以他不关你们的事嘛，是不是这样？不关你们的事嘛，候选人陆续都在登记。对啊，所以我刚刚讲的情况就是候选人还没登记嘛，那你们这个都没有考虑到。来，下一个问题，如果在一个造势场合，其实最容易发生状况，以过去的经验来讲，都是有陈情啦，有冤屈啦，所以有这个状况嘛，对不对？你们这样的情资来自哪里？来自警政署还是来自调查局？所有有关单位都会提供，都会汇报，你们有一个汇报嘛，没有错吧？哦，每天要去哪里有一个汇报嘛？汇报的时候，包括调查局、包括警政署要提供你们资讯嘛？没有错吧？没有错。好，那是不是你们经常在提供这个资讯？然后有哪些人会去抗议？有没有这个状况？我举个例啊，前几天王如玄去参加活动，这个官场工人就去抗争了。你们事先有没有演练到这个部分？我没有得到这个情资。没有得到这个情资，有得到这个情资。那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动作？还没有登记嘛，所以也不是你们的事嘛，对吧？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嘛。整个特勤中心是维护安全的，整个特勤中心规划又是你们是主管机关嘛，你们必须结合调查局，必须结合警政署做整个的部署。那整个的部署现在状况来了，有得到情资没有部署？为什么？因为在登记之前，第一个问题，有得到情资不知道怎么部署。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状况都是这样的情形。然后现在刚刚很多委员讨论过的，如果有恐怖活动，其实他目标不是针对候选人而来，他只要制造事端，然后在造势的会场，如果比如说有炸弹，或者是大声呼喊有炸弹，那这时候你们的委员是怎么处理？告诉一下大家。是每一个造势会场，我们都会掀起的会刊，召集有关单位讨论所有的状况的演练，然后依据状况各单位。没有，我现在就是请教你嘛，哦，你们去会勘过了，你们去安全检查过了，通通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有这个肇事分子，他跑到的群众的场合里面，然后他叫有炸弹，那怎么处理？特勤中心维护候选人安全脱离现场，现场就地区其他机关维持秩序，疏导群众，救助伤患。所以你们的 SOP 就是先把候选人带走嘛，其他的部分就交给警政署嘛，是这样吧？是这样吗？是。好，那我请教了，
我请教，如果依照你这个 SOP， 那前两天发生的问题，王如玄到造势会场，你们也得到情资了，好、哦，得到情资了，有抗争，所以王如玄先离开。那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吗？他还转回来、欸，他还转回来说啊，我照顾一下老公，我照顾一下老公。啊，你们不是把候选人带出场了吗？你们不是把候选人护送离场了吗？那为什么还会回来？还是那个问题，没有登记，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些都是你们必须演练，这些都是特勤中心必须思考到的问题啊！你们怎么可以完全没有作为？啊，还是你们认为王淑璇反正会可能会被换掉，今天登记之前会被换掉？啊，执行长，问题在哪里？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才要处理，啊，今天之前就不处理。好，那我今天好，就从今天开始，如果今天正式登记了，王如玄成为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了，那如果发生像前天的状况，你们怎么处理？不会，都不会，就把他带走。啊，他说不行不行，我要下来，我要展示我对非常够一辈子都照顾劳工，你们都误会我了，我要下去安抚一下劳工，那你们怎么处理？我相信候选人会配合我们。你相信候选人会配合你们？你等着看好了，你等着看好了。如果像王如玄这种候选人，他说不行不行，我要展示我亲民爱民，我要展示我照顾劳工，我偏要下来，那下令说你们要让我下来，那我要回去劳工的场合，你们怎么处理？鲍伟，我们会强制驱离，不，绝对不会强行带走，那不然怎么办？不然怎么办？我们会全力的护卫候选人的人身安全。对啊，就是我刚刚讲的情形啊，我一直在请教你，就是这个啊。如果他坚持要下车安抚劳工，你们怎么处理嘛？护卫候选人身安全。对嘛？你的答案还是一样嘛？你的答案还是一样。所以今天的问题在这里，特勤中心成立的目的，为什么还要这个勤务条例？就是希望你们了解各种状况，希望你们事先设想说这些状况你们怎么处理。结果你们到这里来，到国会来报告，一样都照本宣科。登记之前通通不是我的事，登记之后怎么处理，我们就依法处理。啊，依法处理，到底发生什么状况，怎么处理？我们保护候选人安全，其他我通通不知道，是这种态度吗？是这种态度吗？啊，执行长，那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了哈。最后我时间也到，我再请教你一个。你们现在有一个反狙击枪支，是不是？是是。那现在把侦测系统关掉是怎么一回事？把侦测系统关掉，因为怕造成这个有鞭炮的误会，所以关掉，然后反应的要增加五秒钟，有没有这个状况？没有，没有。那报纸这么写，报纸这样写啊，反狙击枪声听音辨位侦测系统，因为没有采取自动反狙击火力系统，需要多花五秒钟的时间。然后国安局的评估是，因为台湾的选举非常重视热闹气氛，所以候选人扫街拜票或是造势场合常常放鞭炮，为了避免干扰，我们只做半套，把这个系统关掉。这是怎么一回事？报员，报纸乱写，与事实不符。与事实不符，那要不要出来澄清？要不要出来澄清？已经澄清过了，已经澄清过，我没有看到你们澄清稿。是我没有看到你们曾经搞啊，报纸写的是反狙击火力系统，你们担心有这个所谓的鞭炮、有造势、有热闹，所以把它的侦测系统关掉。那关掉就发现说，侦测系统关掉以后，它反应要多五秒钟，五秒钟会出什么事啊？五秒钟会出什么事啊？所以执行长，我现在最后要求你们，所有的人都在看，全国的老百姓都在看。台湾这一次能不能够民主的再一次的政党轮替？那你们维护候选的安全，你们要做到尽善尽美，是，而且你们要维持行政中立。但是以你们现在这种态度，登记前、登记后、登记的时间需不需要拉长，还有碰到状况怎么应变，老实说，我们通通没有信心。这个就是你们现在要赶紧加强的部分。谢谢。是，谢委员。好，我们接下来请陈怡杰委员质询，时间12分钟。主席、各位同仁，有请国家安全局特勤的指挥中心的执行长，先请国安局好。请你执行长，局长好哦。
执行长好 ，sorry， 对，执行长。那个前几天奥巴马公开把台湾列为美国反恐的盟友，那其实很多民众其实就觉得只是苦笑，然后好像也不能否认他的认定，但是又担心台湾会成为恐怖攻击的目标。那到底这样子对台湾的国安会不会有影响？是，向委员报告，有关的选举的情资，本中心呢、啊？时时刻刻都在掌握。我现在指的是恐怖攻击。未来的选举造势，我们的所有的防范措施始终如一，对，不会因为有任何特别情思而有高低的分别。对，我们都做好万全的准备。我现在问的是恐怖攻击，你在跟我讲选举，你还好吗？你是怎样？你有听到我问的问题吗？我现在指的是前几天奥巴马公开把台湾列为美国反恐的盟友，很多民众都觉得非常的担心害怕，好像只能苦笑而又不能去否认这个部分。那你会不会担心台湾会成为恐怖攻击目标？会吗？包围反恐不是特勤中心的职责。我想请问一下您的态度，你认为对台湾的国安会不会有影响啊？你是国家安全局的啊。哦，有关反恐的议题，可否请我们局的专业单位？那就请他们来回答吗？是。我问你反恐，你回答我选举。那就请，是不是就请你们负责的可以上来回答呢？是。委员刚所提的这件事情，事实上我们随时都在注意这些事情，而且刚刚那个内政部跟这个警政署都有提到，事实上我们政府对于反恐的动向还有相关的这应处作为，事实上是持续一直在注意，而且持续一直在做准备，而且我们对于任何的状况我们都有做过印尼的这个议推。那当然刚刚为那个内政部长也提到过，我们这些东西是隐而不选，那么我们是就让这个整个的准备状况啊一直持续在进行。报完毕。那我现在想请教一下，因为 IS 最新的影片哦，最后出现了台湾国旗，在其中的一段画面呢，它有显示就是出现了中华民国国旗，而且影片中的口白还呛声放马过来。那我想请教一下，在这样的一个状况，现在国人一定非常的恐慌，那相关单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跟要如何因应这样子一个状况才可以安抚人心？事实上刚刚委员所提的这些事情，我们这个行政院的国土办一直在持续办理，包括说这个对外特别强调，我们这个反恐的作为主要是在以人道救援，而不是在做这个真实的这个军事的参与或什么。我想这一部分呢、啊，也是有这个对于民众的这个心理啊，应该有一个安抚的作用哈、啊。就是说，因为不是只能安抚啊，我现在不是说你要安抚民众的作用，是整个在因应的措施上，你们如果今天就是人家已经说都秀了中华民国的国旗了，也说是放马，就是呛虾说要放马过来。那我的意思是说，第一个，你有没有就是绝对的信心？或者是在如何，这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的状况发生，但是在目前为止你们有没有做好所谓的因应状况？我指的不是只是安抚人心这个部分，在实质上你们到底做了哪一些措施？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持续这个对反恐的作为啊，我们一直都在加强，那包括国境的安检，包括情资的收报，包括国际情报合作的情资的交换，我们一直在持续进行。那我们只要有接获任何预警情资或是会危害到我们维安这个特勤的这个对象的，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把相关的情资转给全责单位去处理。那我想这方面我们一直在准备，当然有些突发状况，我们突发状况的话，我们随时也是在做
议推的动作，包括兵棋的推演，这些东西都在我们在臆想。当然有一些是在臆想状况之外，但是我们会还是做好最好的准备。那你们对突发状况来说，如果有一天突发状况真的发生了，你们有没有绝对的信心？跟委员报告，我们是做好最好的准备，只做好最好的准备，但是你们对你们自己也没有相对的信心吗？那你刚刚说都有研究过，那如果台湾被列为恐怖攻击的对象，那你认为哪些地点会比较危险？譬如说101啊，或者是有哪些地标是会比较危险的呢？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对101的相关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地标建筑物，我们都曾经有做过推演，那包括人员的疏散或什么，那当然是这些目前都在国土办里面，包括关键的基础设施，这些都是我们都把它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进行推演。那当然国土办在明年的三月可能会在做一个这个大规模的，就是说我们的实兵演练这些东西。没关系，那我现在想听一下那个部长来保定后来了，干嘛干嘛。委员好，我看我干嘛？你我现在想请问一下啦，因为就是说朗诵中华民国国旗嘛，秀出来啊，对不？马格丽呛公啊，你有放马过来啊？阿兰保定当然都看。第一个，我们不会把马放过去了哈。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主要是人道救援跟这个急难救助嘛。那我们跟国际的反恐的这个，主要是在教育训练跟这个情资的这个交换。那当然，我们任何都要做一个万全的准备了哈。那警政署只要跟我配合啊，是安怎？有，我刚才讲说，其实反恐不限的说是ISIS，没错，还有其他的可能的这个激烈的分子，都是我们啊必须要注意的了哈。那这个也是要列为我们很重要的工作。那么国境的安全的检查啊，透过我们国际情资的这个交换来加强对入境旅客的这个筛选。另外就是啊，进出港口啊，这个机场的这个行李或者是货物的检查，这个是要加强。另外就是海巡，我知道海巡他们也在对这个走私各方面的检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因为就像刚刚部长你提，不单单只是 IS 的部分，像现在有很多汽车炸弹、自杀攻击这个部分，那到底我们要怎么防范哦？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内政部这边，包括警政署也好，是不是也有做好万全的一个因应措施？还是说，跟国安单位去做一个什么横向的一些配置，是不是未来是能够应付的？是的，所以平常刚才这个其实也有同仁讲过，就是说国土办的指导之下，那我们对重要的基础设施或者重要人群聚集的地方或重要的地标建筑啊，在建筑在这方面呢，其实警察机关平常就是列为重点的巡护的地点了。那我们在各种的演练上也会把这些设施啊的维护或者人员的维护当作我们演练的啊项目。部长，我底下是跟你要求，恭喜在，因为这个影片相对在网络上放出来之后，其实多多少少真的是造成一些民众的恐慌。所以未来就说，譬如说在内政部这边，警政署要如何再跟国安局这边去做一个横向，或者是真的一个完整的配套措施。但我们不希望相对的事情发生。可是如果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做一个最万全的准备或等等的，那我也希望说这个部分能够就是让民众可以了解，是哦，那可以至少你可以先做到就是可以安抚人心的这一块，或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对我们政府在不论 IS 的部分，或者是任何的一个恐怖攻击部分，其实是我们有绝对的信心啊，这样好不好？我刚才也报告过，我要的就是部长的这个答案、啊。对，没有错，是我们会这样做，好不好？所以这相对的信心是要拿出来的。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今年负责总统大选的维安人员好像是总共220个，分四组嘛，那每组55个，那其中6个是女生，等于维安人员196个男生，女生只有24个，比例上好像是8:1。那因为我们现在选举，其实女性候选人的配置上，对不对？会不会因为，请问，就是他这样子一个编制的规模，会不会因正副总统性别会有所不同？为什么我这样问？譬如说目前现在三组候选人都是一男一女，那目前女性维安人员这样的配置是本来的规划，还是因为你没有想到说，诶，突然三组弄三位女性候选人，所以要增派这个女性的维安人员？好，我要请报告委员，在人员编组规划上面原本就考虑到候选人的配偶，所以候选人配偶他也是要编制的，也是要编制，所以编制几人？
原来就编组了四到六人，在每一个安危基本编组就是四到六人女性，四到六人女性有配偶的需要。那配偶部分大概是不是我想问的不是配偶，是我想问的是说你这样的一个编制上，我们看起来男女性的比例、完人员的比例就是八比一嘛？那加上你现在譬如说你刚刚所说的配偶的部分，你本来就要编制就是维安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是不是现在也有就是三组候选人里面其实都有女性，那这样子会不会有所谓配置不足，或者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会有所谓的配置不足或者说来不及训练的这个问题？哦，原来都已经预想到了，原来，哦，哇你这么神哦，原来就知道三组候选人里面都有女性哦。在半年之前我们就规划，对，所以我现在只是说，所以我跟你说你现在配比是八比一嘛，所以你在这样的整体规划上会不会有配置不足的问题？不会不会，对吗？所以就没有什么来得及跟来不及训练的问题嘛，因为原来就在编制内嘛，是，对吗？那另外一个部分我想请教的哦，前阵子美国的绿扁帽部队有八名教官来台湾，那主要的工作是什么？这个是问一下署长。嗯，陈委员报告哈，我们维安特勤队就是保一总队的维安特勤队，例行性的都有跟国际合作交流训练互访，那包括新加坡，包括因为他们好像是协助保一的嘛，是不是？对，是保一的维安特勤队，他们来了八位教官，就是一个技术。啊，他们停留多久？大概有三周。三周。对。那来协助我们大选维安还是反恐？不是，就是反恐的议题，我们平常都是例行性的有做这样的训练，那这一次这八位过来就针对我们，包括战术战斗、反劫持，还有医疗救护等等，这些训练的项目。OK， 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明年1月16开票政党轮替的可能性其实是有可能是非常高，那你们的研判会不会在1月16那一天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暴动，或者是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抗议，或者是未经许可的群众聚集的事情？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们到底有没有先研拟好要如何应应？就是对投开票当日的有关选举维安的部分呢，最主要是选票的送达，然后到投开票结束之后选票护送回去，我们每个投开票所都事先做勘查，然后部署必要的这个警力跟民力协助，包括有一些是用监督系统 来掌握，那这个部分我们都已经做好计划，那不排除有陈抗的活动，但是根据过去的历史的经验，我们民主的素养大概不至于像这个委员所讲的有暴动的行为，但是陈抗所以可能你不认为应该会有暴动的行为了，那就是未经许可的群众的聚集的这个部分了，可能会有的，所以已经做好就是万全的，对，针对一些治安要点，包括选委会，包括警察局、地检署、法院啊，这些嫌务机关，我们都事先有规划治安要点，有做好准备，所以已经替明年的1月16做好最好的准备了嘛，对不对？都准备好了。好 ，OK， 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请周宁安委员质询，时间12分钟。啊，对不起，要改了吗？啊？好，对不起，我们请赖正昌委员质询，时间8分钟。赖正昌委员不在。赖正昌委员不在。好，我们接下来请。等一下，你这个现在是什么？那周宁安呢？哦，不好意思啊。好，那我们现在请陈其迈委员质询，时间12分钟。主席，各位同仁，我请教一下这一个部长哈。好，请陈部长。署长还有陈署长。国安局的特勤中心执行长李执行长，执行长跟调查局国内，麻烦请李副处长，调查处的副处长李副处长来一起上来。这个部长你好，你好，你刚刚在答复陈义杰委员啊，就特别提到说这个相关的这个反恐的一个部署哈、啊，那我刚刚在
台下我听了我是听不太懂，我是再就教一下这个部长。这个 IS 在今天25号公布了最新影片《永不停歇》No Respite， 当然细数了 IS 的伟大荣耀。那你刚刚在答复这一个陈义杰委员说，这 IS 在呛虾棒马过来，那你答了一句说我们不会把马放过去，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听不太懂。这个马，此马是哪一只马？这个马是什么意思？我想在这个照中文的解释来讲，他大概这里讲的是一种挑衅的味道了哈。它是一种挑衅的味道，但是中华民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那我们对于这一个在这一次因应这一次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恐怖的冲突，我们主要是在人道的救援跟这一个急难救助这一方面，所以我们并不会参与外交部已经说明，我们不会参与任何这个所谓的其他的。不是，我是听不太懂，说你不会把马放过去的意思是什么啦？是马是有攻击性，还是有反制性武器，还是什么？一般来讲，成语上来讲，马大概是都换马，这个成语上应该讲是部队的意思。部队或者是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所以你不是在指马总统这个死亡之握的、這個、如果照成语来讲，这个马应该不是指人、不会吧？在成语上来讲，依照我对成语的了解，那个马应该不是指人。你不是指人，是指部队的意思就对了。照成语上来讲，我不是讲啊，那你要讲清楚啊！你不会把马放过去？我说你真的内政部人要把马总统放过去，那事情就大条了，对不对？我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所以此马非彼马就对了啦，对不对？我照成语来解释，应该这个是他今天公布的这个影片了、这个部长你看一下，来那放一下。That's because the beloved Hoover will always. 他大概把这个奥巴马所列的啦，包括亚太地区反恐伙伴的这个国家，包括澳洲、加拿大、日本、马来西亚等等，也包括台湾了，所以最后他就把台湾的国旗，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的这个国旗就把它列在美国国旗的旁边，你只要有注意看的话，国旗就在箭号所指的这个部分，那所以很显然的，这个反恐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作业大概是从 IS 在11月13号巴黎的恐怖攻击之后我们的国安会在11月16号马总统也召开特别召开国安会，就相关的这个反恐攻击后续的这个状况那做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跟演练的那我请教一下部长，你有没有去参加这个国安会？有那有没有提到说有关IS 对台湾的这个恐攻的相关的这个情报，我们到底有没有掌握？是有还是没有？那还是说是这样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事项？总统有提示要我们加强刚才我已经报告过的，比如说国境的安全的检查，那么掌握这样跟国际做交流，掌握情资。另外就是对于这个机场港口的这个协议。我现在问你的是说三位后面的所长补充一下了就是说我们到目前为止有没有类似说或者是这个恐攻的情资也好，或者是疑似伊斯兰国的这个人员在台活动的情况，我们要不要特别注意啦？你要告诉国人啊，有没有说这个疑似与 IS 伊斯兰国有关的相关的这个，我想这个各方面的治安疑虑的人员来台活动的这个情况，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情资，都没有啊，没有这方面的危险的情资都没有，是不是？那后面三个所长有没有啊？都没有掌握，调查局、国安局跟警政署都没有。各位报告一下，因为我现在负责的是国内安全调查工作，对，那有关国际合作的这，但是我这意思有没有这些恐怖的这个涉及到这个维安或者是国安相关的这个情资进来啊？你没有掌握啊？有没有？关于国际交换情报这一部分，我没有办法。我知道了，但是假如是有情报交换到你们我们国内处，我们让国内处要掌握啊。对，当然这些活动啦，这些 IS 伊斯兰国的人有没有这个是可能涉及到维安治安的疑虑？这些人员在台活动有没有？目前没有，都没有情资，没有情资，对不对？没有情资。好，对那个国安局呢？有没有？也没有啊。警政署也没有，没有，都没有嘛，对不对？到目前都没有。那这个是这一个美国没有提供相关的情报交换给我们，还是说
真的是没有这方面的情资，到底是？其实 我们这个没有管道，所以这当然没有情资啊。刚才我也报告过，其实我们在国境的管理上是有跟相关的这个国家做这个情资的合作，那他会提供一些所谓的治安疑虑的、治安疑虑的混子、那这个是有。那我们在去年也查获几个。这个查获几个？去年查获几个？几个我不清楚了，跟伊斯兰国有关的啊？那没有，都没有，就是一些大家认为国际的恐怖分子有一些顾虑的名单，有。我知道了有没有伊斯兰国相关的这个名单？没有。我详细我不知道，但是应该是没有。所以我们的这个情报的这个部分，就目前为止，有关伊斯兰国的相关的成员在逃活动的情况，目前是我们并没有发现说有可疑的分子没有进入到台湾，有没有？没有，没有。所以简单讲，你要告诉国人嘛，干单共，我觉得我建议你这样回答啦齁，就是说，第一个，相关的这个国际涉及到伊斯兰国这些恐怖这个活动的这些活跃的分子或成员，我们跟美方有情报的一个交换的一个管道嘛，对不对？是，没有错嘛。那到目前为止没有掌握到任何跟伊斯兰国有关的这个人员进入到台湾活动的情况，没有嘛？没有，没有嘛，对不对？对。好，我这个部长，我是比较担心这样了，因为现在选举总统大选啊，那这些相关的这个造势场的人员都非常多了，所以我们有关总统治安的维护。必须跟相关的各个恐怖情资能够做一个连结，你才能够迅速掌握。不然你已经 N 这些人人山人海啊，那我们现在编制到总统候选人的这个维安的一个编制啊，大概才27个左右嘛，对不对？基本编组才27个左右嘛，是，对不对？所以你假如说事先没有办法去掌握这些相关的这个情资，包括这个也许可能涉及到恐攻，因为他现在把你列为这个他报复的一个对象啊，台湾名列其中，还列在美国旁边，那很显然的，假如说发动这种全球的恐攻，恐怕总统的造势场合会变成说一个最好利用的一个地点，因为狼熊贼嘛，所以造成的危害的一个损害恐怕也是最大了。所以我第一我提醒啊，我们国安局跟相关的这个治安机关能够特别注意相关情报的一个掌握，是啊。那第二个呢，这个部长我还是要就请教了哈，是。我大概分类了几项，说对总统大选维安可能出现的一些破口啦齁。第一个当然是赌盘。对。对不对？那选举赌盘的翻盘。对。齁。那所以为了让赌局翻盘齁，那制造这些意外齁。那按照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29条的规定，假如有候选死亡，那这个选举就要停止。齁。那我们有没有掌握到各赌盘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部分，有没有严密的做监控？有没有去对这一些赌盘的这一个？有，这是警察查的重点。啊，现在呢？现在查到现在怎么样？有几件是跟赌盘有关的这个？政委员报告查的状况。今年特别针对赌盘的部分，刑事局有定一个平和的计划，重点核分加强，而且有很重的奖励。到目前为止，有关查到几件了？就是有情资的，情资有。有关总统有相关的是有事件，但是现在总统有关的有事件在侦办中。对，好，我要求说要强力查啦齁。据我们收到的一些讯息啦齁，你在这个中南部有一些激烈的一个选区啊，这个大概有所谓的这个让分啊齁，让票啊或者是说相关的这一个对赌的这个情况齁，我觉得这个部分为了端正选风，赌盘这个部分齁，这个当然要强力查。那恐怕也涉及到总统大选的这个维安，我也请警政署这个部分能够强力的一个查、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帮派了、这个部长跟署长有，或者是我们相关的治安机关有没有听到说这些帮派分子、这个对于总统候选人的这个维安的状况有一些不利的威胁，或者是相关的一个情资的掌握，有没有？就是我们也都在收报黑道帮派介入选举的情资的分析、他有可能是帮派分子违誓造势或助选拉票，或者是帮助其他的帮，还有动员他的帮众到造势的会场。那这个都有情资显示，赌盘的部分是我们也有。那有没有对总统候选人个人的这个维安的这个情资的掌握？有没有？这个候选人的维安情资是在网络上，会用信件，会用电话。我说帮派，我现在在讲帮派的部分。帮派的部分没有。
这个署长，我跟署长报告了，这个坊间现在有很多的传言，哦，包括说对蔡英文主席，哦，为了不让蔡英文主席当选，然后想要用这些非法的暴力的这个方式让选举翻盘，那甚至有一些是意图制造候选人的这个人身的一个安全，哦，我刚刚讲的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29条的规定。这个对于这一些相关的参选的阵营采取不利激烈的一个手段，我觉得这个恐怕帮派在选举前呐，啊，这个署长，我当然希望这些传言呐，啊，哈，我们所听到这些传言是假的，但是我们要求说，警政署这个部分，就我刚帮派的扫荡这个部分，在选前必须强力的来进行这些相关的一个扫黑跟治安的维护工作。各位报告，他，啊，假如说扫荡帮派，我们列为最重要的工作，白是白，黑是黑啦，你假如说黑道。哦，然后假如又结合赌盘，然后强力去介入这个总统的一个选举，这个恐怕会对选举来讲会造成一个最大的一个变数了，好不好？这个部长能不能承诺？是部长，我们一定，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工作的重点。调查局跟国安局有没有掌握相关的情资？这对总统候选人帮派对总统候选人的治安的一个威胁或疑虑有没有？报委员，现在有关先答复您这个有关于这个赌盘的问题啊，目前有关赌盘的状况哈。那基本上面赌盘大部分都是地区的这个黑道帮派在主持。那目前来讲呢，我们一共收报了13件，13件，哦，13件。但是它目前来讲都是属于筹组状况。嗯，哦，那有关于后续的这个法律要件部分呢，哦，我们仍然在继续查证中。那必要的时候就会正式的报请这个检察官那边。啊，国安局呢有没有对帮派对候选人的部分有没有？各位情资是相同的，都一样嘛，调查局也一样嘛。是，哎，保定啊，是。我讲一个这个比较公道的话了哈，持平的话啦，你假如说调查局查到这个迁赌的这个部分了，同一个辖区啦，哦，假如说调查局查到有这个赌盘迁赌的状况，而我们警政署的管区没有查到，我觉得要这个要对警察管区要做处分啦，啊。这个我们会有讨论的办法，对不对？你要去比赛啊，没有错。现在是包括会选被别个辖区来查到的，我们都有处分，都有处分。对，好。最后一个问题啦，调查局啦哈，这个你在报告里头特别提到说，哦，你们有这个常态性的浏览彼等的脸书，哦，大概是有在监看这些，不是说监看啦，哦，有在监督这些 monitor 这些候选人的脸书，看有没有什么偏激的留言嘛，对不对？啊，哦，那我这条我要补充一下，对，我们基本上来讲都是有特殊目标。譬如说现在对总统可能安全危害的有些安全顾虑的，在我们来讲我们有分作三种甲乙丙，哦，三个等级，嗯，那么针对那些特定的目标，那他们有些他们会上网的，那这些东西我们会请我们的这个据点加强驻守，而不是说普遍性的。我知道，我们也没那么多，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是他的留言有一些是特别有治安疑虑的这个部分嘛，对，就是有特定的对象，对不对？那你说加入 LINE 等社群了解有无危安讯息，这个意思是什么？你是加入谁的社群？这个社群基本上面来讲，就是有一些特定的小团体，像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目标里面，包括了独狼式，就是像我们讲的恐怖攻击这一部分。那有一些是有组织的，有一些是属于个人式的，啊，也就是说他平常你看不出他到底会有什么危害，所以你不是渗透加入到我们这个小英的百工百业后援会里头去监看我们这个，不，基本上面来讲，凡是涉及到电话所有通讯设备，调查局如果要在里面进行搜情的话，如果说它是封闭式的，那都属于通讯啊，这个监察法里面的规定了。嗯，那基本上面来讲，我们都要申请这个监听票了啊。那这一部分应该做一个区隔，应该不是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这一部分，委员您放心，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部长跟几位我们长官哦，我还是建议说哈，这个总统选举里头，我们还是要让他平安的、顺利的完成我们的民主的一个选举啦，也不容任何所谓的新的变数产生啦。是，哦，那这个治安事件当然是我们大家所最关心的这个疑虑啦，哦，所以所有的工作都要做好，哦，部长你不要这个包括情搜包括这个维安的一个部署这个没有做好，你在那边大喊放马过来，哦，这个恐怕这个大家听到放马过来吓都吓死了，好不好？就把所有的这些，包括这些相关的这个治安工作，能够我们治安一定会做的让这个选举，让台湾完成一个新的这个民主的一个总统的一个大选，能够平安顺利的。这是我们的目标。好，谢谢。
好，我们接下来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不在。杨应雄委员，杨应雄委员，杨应雄委员不在。李同豪委员，李同豪委员，李同豪委员不在。我们请周尼安委员质询，时间12分钟。好，谢谢主席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就先请陈部长、陈署长、警政署陈署长，还有国安局的国安局李执行长。好，请点到名的各位请上来。我先请问部长跟陈署长。嗯，好。我想请问一下，在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王如贤23日陪同这个国民党立委参选人到台北市中选会登记的时候，发生了这个有国道收费员自救会会长前往抗议，那也发生了一些冲突啊。那我想这些抗议的民众是为了不满不公不义的事，还有跟人他们去做一些理性的诉求，请问一下，我们警察动出来对付这些理性抗议诉求的民众，是不是有过度的情况？这个个案我请这个署长来说明。你在下一页看看。可以，这可以播放，你帮我播放一下。Play。你看警察这样子推，你有看到吗？啊，你讲塞个头卡，你有看到吗？为什么我就愤怒诶？署长、部长，你们看到这个画面了？你们今天特别来跟我问委员，你不要再问318，不要再问324。委员不是爱问324，我也不断的在强调着。我被警察殴打，这事情我们要处理没有错，但是这是一个伤痕。我觉得这就像228事件一样，我们从小228事件其实我们都不懂，我们也老师教科书从来都没有写过，但是它伤痕是在的。但我没有说我们要去把这些人抓出来去暴打他，去跟他报复，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希望说，从这些事件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学习，我们也得到警惕。我想请问一下署长，我们警察什么时候可以教育，能够依法行政，保持中立，不打理性抗议的人民成伤？你刚才有看到，你刚跟一个查某啊，女生哦，你看警察是安尼，就大来给掐出去的，我无法度接受呢。我真的无法度接受，我自己深受其害，我不希望未来还有民众、还有学生，甚至是女性，这样子受到我们警察，他其实在抗议嘛。署长、部长，你们有看到？你们可以回复我，警察是特定政党或是特定人士的打手吗？你们可以维持你不动我不动，你动我不动，你动手我才动，这样子的原则吗？可以吗，署长？我想在尤其是做总统、副总统这个随护或安全维护啊，我们必须要保护候选人的安全，这是第一要务。所以在很多群众运动，他们冲撞、推挤啊，这个动作，你敢有需要讲掐？你敢有讲？你才有看到吗？你别给我看清楚，你干嘛这个动作？敢有合理、合情？敢是一个警察应该爱做的工课，你也当该扎嘛？你们有武器不是吗？为什么要推挤？这样直接，我跟你讲，我看到这个画面，我想起我，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就昏了，可是我就是这样直接就被推倒的，直接是用被不知道什么东西直接打伤我的整个头，从头撞下去的。我记忆所及是这样。没有画面，这有画面给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警察的教育。署长、部长，
可以回复我吗？警察要变成特定政党或特定人士的打手，这样给人民有这样的误解吗？或是警察的教育何时要把它翻新，或是有人权一点？在民主的时代啊，抗议是正常的啦。我跟你说，抗议就是正常。恭喜在啊，今天政府如果是降富人税啊，穷人的税给你一直征收，穷人当然会站起来跟你反抗啊，这是民主啊。他会反应，因为他是人，他有思考。今天我们台湾走到这个程度，我看到说应该要保护我们人民的警察先生休假，是这样在对待我们的抗议啊，我无法度接受。我想要问署长，我们什么时候要改善，好不好？改善他，我身先士法，但我不希望有下一个民众再受到这样子的对待。那你们最害怕我在预算上面动这个删那个，但是你应该知道我为何而做。我一而再再而三用尽心思让你们去做人权教育，让你们去改善，让你们的尊严可以在这个社会上可以维持着，让人家觉得尊敬我们警察工作，这是我希望要做的事情。但是呢，从去年324以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我想要请问，也经过了两次的预算的这个监督，我想要请问，我知道网站上面也有很多人在批评本席，在说本席删减警察的预算多不合理等等的事情，但是署长部长你们应该知道我为何而战，为何而做这样的事情。我不是跟警察有仇，我也不在意说到底是谁打了我，但是我在意的是不要有下一个，这样子可以吗？你敢有当回答我？这跟周委员报告，这个我们也都希望避免类似的事件的发生，所以我们在维护安全做勤教，还要干部带队到现场去，我们都要让我们这个陈抗活动能够和平的落幕，圆满的达成任务。但是这个如果有违法有换季，我们都会移送法办。过去查一下刚刚这样推人家的警察是谁，你要不要去处理？你要不要把这样的推动的这个案这个骗子当作范本去教育我们的基层的员警，千万不要再这样子对待人民，这样好不好？可以吗？我的要求就这么低。你把这个骗子把他拿去，因为在这个厂子里面我们有两位同仁被推挤受伤了，我们有两位心理分子同仁受伤。你别给我说这个哦，我3241刚你们跟我的回复也是一直告诉我说有多少员警受伤了、哦、挫伤哦，哦车给毁哦，你们回复我们的是这样子哦。你们是有武器的，你要知道本席是没有武器的，本席当天就只有带着手机，眼镜也都被你们踩破了。好，先这样子，署长谢谢你请回，你要回复我，你要怎么回复我，你要回复的不是我，是我们的全国民众。好、哦、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有人权民主法治的一个社会，我们警察不能这样子推人。好、哦、谢谢。好，接着下来我想请这个国安局的特勤中心国安局李执行长、哦、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现在有一些专进训练，这个是为了保护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安全。你们有展示了各种防弹跟防阻击的设备，是其中国军205兵工厂生产的这个网枪，是、哦、那请问这个有效射程是多少？8公尺之内是吗？报告委员，最佳的距离是10到15公尺，10到15公尺，所以它算是近距离专用的对抗抗议民众的捕捉装备吗？当然不是对抗议民众，
是对会危害候选人的暴徒。危害？那你知道网枪电击功率多少吗？知道。多少？它会造成不舒服，但是绝对不会让它重伤害。只有不舒服吗？是。它有多少伏特？网枪？我们现在购买的网枪，目前是设定啊，大约是120伏特。一百多少？120。120而已吗？目前是这样。你确定？你确定只有120？不确定。为什么我的资料是3万？三万就是了。你是要告诉我说最低可以120，最高到3万，是不是这样？就说它可以最高到3万吗？因为3万是会让人瘫痪的哦，这不是滚生球的哦。我跟你讲哦，今天你若是有抗议，我想抗议是难免的，你当然是要维护安全，我同意，因为我自己也身为候选人。但是这个网枪，它的电击功率达到3万多伏特，是对人体有瘫痪之余，万一你操作的人不慎，或是有其他的状况，我是想说，我们对抗我们的抗议，对付抗议民众，是要跟对付反恐怖的歹徒一样吗？他可不可以到3万啊？你可以告诉我吗？还是这是秘密啊？这是秘密吗？你跟我说120嘛，部长你知道吗？部长，哦，这个我不了解，我不外行。你不了解哦？哦，那请问一下，如果有一个情境，有一个人冲过来，然后他可能是，比方说，你知道王如萱这个副总统候选人啊，这样看起来好像非常，他这个让非常多人很痛苦啊。所以，万一这是未来的场合，有一个人冲过来，那国安局会如何判断这是陈抗还是这是歹徒？然后你们要用网枪，这么一个很，我看起来这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武器啊。你看，其实刚才我播的这个片子齁，那个人他身上穿着这样子要抗议的衣服写恨嘛，他其实手上是没有东西的，他手上是空的。那你们会用网，假设他又再出现的话，国安局我们会用网枪对付这个抗议民众吗？包围特技中心绝对不会对抗议民众做网枪的限制，不会。所以你们网枪的这个运用，你们是有规范的。是。部长，你知道这个情况吗？还是你不理解不清楚？这个部分我不清楚。不是很清楚哈、哦。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啊。所以本席真的非常关心啊。因为我们接着下来一定会有很多的陈抗的情况会发生，那你如何判断说他其实是一个情绪上的表达，或是他真的要去攻击候选人？这需要有非常专业，我觉得的判断。好，那你们的工作也非常不容易，对。但是我不能接受像刚刚警察同仁这样子把我们的民众推倒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我不能接受。好，我们有身体，我们有设备，我们有装备，我们比一般的民众多太多东西了，所以你可以防范的情况是可以很多种的。另外，我还有问题是北斗卫星相关的议题啦，我想是不是就书面的请国安局跟我回复，因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有四大，这个中国研发成为世界四大卫星定位系统之一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国安局这个杨局长曾经表示，会提供给我国自行研发的新型保密手机供候选人使用，是不是这样子？这问题必须请本局的专业单位回答。所以你并不清楚，不清楚，国安局这边不清楚。有多少人向国安局申请了这个提出新型保密手机的申请？这个你也不清楚。是，这我不清楚。所以这个是哪一个部门？不是你们？不是特勤中心的。哦，不是特勤中心的，那是国安局的吗？是国安局啊，哈。所以你们杨局长今天没有到嘛？所以你没有办法回复我。
这个很重要呢。这个中国有可能窃取候选人的定位，或是窃听通话，或是呢，因为现在候选人啊都有申请随户，如果随户用了这个北斗卫星定位，他比方说他保护着蔡英文总统候选人，那蔡英文本身没有用，蔡英文的幕僚也没有用，但是蔡英文的这个那个警察的保护他的国安局的人使用了，那一样被定位了。一样被知道说他在哪个位置。这个国安局，那我这个书面我请国安局给我们回复，这是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今天国安局的局长没有过来，好，好，谢谢。不好意思，那个陈署长应该刚才请你先回啊，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哎，哦，对不起。新的吗？好，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李桂明委员，李桂明委员，李桂明委员不在。叶宜津委员，叶宜津委员，叶宜津委员不在。罗淑蕾委员，罗淑蕾委员，罗淑蕾委员不在。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不在。杨琼英委员，杨琼英委员，杨琼英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许天才委员，许天才委员，许天才委员不在。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不在。许淑华委员，许淑华委员，许淑华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吕学章委员，吕学章委员，吕学章委员不在。张庆忠委员，张庆忠委员，张庆忠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那接下来由我本人来质询，我们请这个周委员来替我主持。刚才周委员所索取的资料，要麻烦这个执行长回去转告，请这个各国安局提供，好不好？好，谢谢。好，请段宜康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陈部长，我们请这个李执行长麻烦。好，请陈部长，还有国安局的李执行长。是，各位好，这部长好。这个我刚才啊，听了这个，我们先请执行长好吧？不好意思。是。就像我刚才听到您在这个答询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其实让我很惊讶。我知道您不是这个，您是。这个职责是要保卫这个我们今天，而且我们今天质询主题也是这个对于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人身安全啊。那么您是负责包括现任总统，包括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个特勤啊。那当然，但是呢，我们今天多位这个委员呢、啊、所关心的，是因为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个新闻啦、啊、这 ISIS 这个新的影片啊，把台湾的这个国旗啊。这个列到里面去了啊。那么这个影片呢，我当然这个我们委员的这个质询的重点呢、啊、都希望包括内政部包括国安局能够跟大家讲说没有那么危险啊，因为我们只是提供人道救援，包括国防部啊也都跟大家讲说我们只是提供人道救援。那您也讲了一句话，您说他们不会来。我坦白讲啊，我实在有一点担心啊，因为这个你要知道，奥巴马总统啊，美国总统奥巴马他所点名的，他说这些亚太伙伴啊进行合作，包括澳洲、加拿大、日本、马来西亚、纽西兰、新加坡、南韩跟台湾哦。我要跟部长您也一起上来哦，因为您是这个我们如果遭受到这个恐怖攻击啊，您是这个二级这个应变中心二级开设的指挥官哦。刚才这个影片啊，我相信可能你们都没有认真看哦。这个影片里面，但是今天的这个报纸啊，把这个60个国家的这个国旗啊都秀出来了。这里面啊、哦、刚才提的
美国总统奥巴马点名又点到了台湾，他点到了几个国家，你能不能告诉我说啊，在这个60个国家里面有没有，就是这个 ISIS 这个新的这个影片里面的国旗啊，有没有日本？你知道吗？我还没有仔细看。你没有仔细看，我跟你讲，有日本。那有没有被奥巴马一样点名到的马来西亚？你不知道？没有，不要仔细看。没有马来西亚，有没有新加坡？也没有新加坡。来，警长，你一起上来。我刚才啊，在我们这个委员询答的时候，我把这60个国旗啊、国旗的国家都找出来了，我一一念给各位听啊。澳大利亚、巴林、阿尔巴尼亚、丹麦、比利时、中国、克罗埃西亚、奥地利、埃及、捷克、希腊、加拿大、爱沙尼亚、法国、芬兰、叙利亚、约旦、德国、爱尔兰、匈牙利、荷兰、纽西兰、罗马尼亚、黎巴嫩、科索沃、韩国、科威特、以色列、伊朗、意大利、日本、卡达、卢森堡、瑞典、俄罗斯、挪威、沙地阿拉伯、斯洛伐克、瑞士、立陶宛、马其顿、波士尼亚、赫塞哥维纳、台湾的中华民国、美国、英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西班牙、土耳其、阿曼、乌克兰、突尼西亚、塞尔维亚、斯洛维尼亚、波兰、葡萄牙、阿尔巴尼亚，然后摩尔多瓦、墨西哥、马耳他共和国。好，我念了60个国家，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一些逻辑？除了北非之外，我没有念到任何的非洲国家，我没有念到这个中南半岛的国家，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个，包括新加坡，包括马来西亚。在亚洲的国家里面，只有中国、日本、韩国跟台湾，再加上大洋洲的澳洲、纽西兰，然后大部分都是欧洲跟中东的国家，它也没有印度，它也没有巴基斯坦，代表什么？代表它不是乱排的，它这里面可能有一两个国家是它要这个画面的要完整啊，它说不定删掉一两个或补上一两个，有没有这个可能？那你就觉得台湾让你们这么放心说，跟大家讲说请大家放心，是因为那个广告是我们植入的吗？让大家看见台湾吗？我想不是吧。我觉得你们怎么那么轻松？我认为是这样啊。各位刚才质询那几位委员都希望你们讲一些话让大家放心。我觉得台湾这个社会会把这样的一个广告啊当作茶余饭后的轻松话题。好，这个我认为啊，这个反恐是这个我们都有责任啊。好，我们也不因为这样回避。那台湾这个社会的反应，在奥巴马提到台湾的时候，大家觉得很光荣，说哇，你看美国总统特别点到我们。那 ISIS 这个广告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好像要千方百计又要这个我们政府官员保证说，跟大家讲说，请大家安心。其实不是，其实台湾这个社会哦，我觉得包括我们的政府都觉得，这恐怖攻击跟我们距离很遥远。即便美国总统提到我们，我们也不觉得说我们到底这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只是被美国总统提到，大家觉得很光荣，然后被恐怖组织特别提到，我们也不觉得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对我们，包括我们这个要反恐应变的指挥官，包括我们国安局，这些恐怖攻击有可能针对我们政府官员来的，有可能针对我们总统来的，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我们都把它当作一个轻松的话题。媒体的反应是这样，社会的反应是这样，官员的反应也一样是这样。跟大家讲说，我们只是人道救援啊，好像是在上法庭跟法官讲，哎，他怎么可以打我呢？我根本没有做什么啊，他就打你了。他等到他打你的时候，你再来觉得说莫名其妙，说你为什么要打我呢？我只是人道救援，我又你怎么？真的把马放过来了。我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的态度是这样的。第一个，我们希望我们的民众不要恐慌，但是我们自己官员在各个职场上要提高警觉。我坦白说，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这样这个国际社会跟我们过去所习惯的已经
那个整个的这个互动的这个状况已经不一样了，那个不再是一个国家跟国家的一个互动，那个逻辑也不再是我们过去所习惯的逻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必须要提醒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我也要请执行长回去也要这个回报啊，包括国安局国安会啊，都不能等闲视之。我认为这个它有一定的逻辑，这个逻辑不在于我们曾经被奥巴马点名，我提过被奥巴马点名的其他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也不在这个六十面国旗里面啊，那为什么台湾会被点名？一定有它的原因，一定有它的原因。它会点名其他的中东国家，一定有它的原因，那是它的竞争对手。它为什么会点名台湾？我在这边提醒陈部长，你知道台湾这个在多次被报道我们对于伊斯兰不友善，因为慰劳的关系。好，那不管我们觉得是不是觉得很委屈或者很冤枉，但是它的确是在国际上面，台湾的确有这样的名声。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改变，这个也不光是因为我们怕被恐怖攻击啊，这个对台湾来说不是不好，对我们台湾的国际名声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营造一个更友善的一个环境，或者我们怎样，这个就跟您的业务又有一点相关，对不对？是。所以我必须要提醒，包括我们的情报分析单位，包括我们的维安单位，包括我们的反恐应变单位，都应该把这件事情，即便没有这个广告，应该要更慎重的来处理有可能会遭受到的攻击。我再请我们警政署陈署长也一起上来。这个陈署长，我们曾经讨论过对于这个国际机场啊，台湾的这个国际机场啊的安检的问题啊，这个包括这个航警局，我们也都知道长期人手不够，我们也知道因为这样，机场公司想要去成立一个保全，自己成立一个保全公司，但是我们机场多次啊，这个安检出问题啊，这个已经是新闻一再出现。那坦白讲，我们自己这个出国回国，尤其是在出国的时候啊，我们所看到的，或者在我们的国内机场我们所遇到的这个安全检查，坦白讲是蛮轻松的，啊，这不是因为我们的立法委员的身份啊，我出国大概也没有去告诉过什么人啊。我们跟着排队一起接受安检，我们也会去观察这个安检的这个，我们对安检的这个过程啊，是不是真的如其他的国家的机场那样的认真？我们发现，在台湾会轻松很多，那代表什么？代表其实我们机场的安检也不认为，当然我们会很认真去检查那个什么指甲刀啦，好，或者是那个瓶装水啦。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这个职业的或者是专业的这个恐怖攻击，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所要应付的是全世界安全检查强度最高的国家跟机场。如果以他们的能力，如果搬来台湾来用的话，大概我们是没有办法应付的。所以在这种状况，我觉得我们的机场的安检，那个不是增加人力啊，增加保全公司有办法解决的。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行政院的国土安全，这个我们的这个安全办公室啊，其实坦白讲只是在做纸面作业，只是去两年办一次的演习，每年办一次的讲习，就是这样子而已。这个我们已经多次质询，你们在第一线，你们要知道不可以，事情不可以发生。事情如果发生了，包括遭受到恐怖攻击，包括到总统的这个维安，都必须要把它当作最重要的工作。我相信我现在在这边质询，你们也跟我们做保证，但是我们要不要来打赌说大概质询完之后状况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我相信因为我们质询了也不止一次。好，谢谢各位，请回。
好，谢谢周委员了。这个部长跟这个局长，我所要强调，对不起，我站在主席位置再讲一次，我想要强调就是，我很不希望看到，如果要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会有改善。我相信这个各位也不愿意这样看到这样的状况啊。好，我们接下来请吴玉生委员质询。吴玉生委员不在。许天才委员，刚才我们已经点，请您来这个质询。那么我再给您五分钟，好不好？谢谢。啊，谢谢主席哈。我请教我们刑事警察局啊，刘局长啊。嗨，我们请刘局长。我们近几年来哈，这个选举都有暴力事件，甚至有枪击案件，到目前记录非常不好。那现在检讨一下，好，对过去两次的这个总统选举发生的枪击事件啊，好，这个发生以后来检讨。有没有事前掌握到相关的这个资讯？目前我们在查会自报这个工作上面有没有？目前是没有。没有。你看319在台的那边，好，就早就说没有阿扁系。我当市长，我都听到了。我都没有阿扁系事件哦，不是事后哦，相当严重哦。那现在有没有掌握重点的可疑的高风险的这些人事组织？有没有这个工作我们持续在进行，目前是没有。赌盘现在怎么发展？赌盘目前掌握有五项的情赌盘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的时候，他为了翻转，好，他是有备而来。你再厉害的话，即使最后破案绳之以往，也只是他们设计的要给你的人而已。甚至你还会误抓，好，还会这个误破案、假破案。319破案吗？319破案吗？再往前推，那么重大的历史性的这些凶杀案件都没有破案，所以台湾治安是很脆弱的，是很脆弱的。好，但是人家方法日新月异，组织越来越强，跨国合作，法国那么厉害的国家，怎么会想到说贫民窟被渗透、被利用、被培养出这种，这么大重大案件的这个几个人而已？几个人呢？冰山之这几个人是冰山之一角，他不会说哎，整个法国培养五个、六个，所以他现在到处搜捕嘛，一定很大的、很大的一个范围了嘛。那 IS 他厉害，就说你把他头打掉，他马上递补上来啊，递补上来的更凶狠，更有准备，准备干坏事，就这样。这个被点名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大家都紧张啊，被点名后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IS 他要证明说到做到哦，他要证明说到做到哦，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那如果我们假设说真的发生了，我们破案了、阻止了，以后你还要发挥、应用更多的资源力量去防止再度发生、扩大发生哦。所以他整个组织瓦解，那么容易啊，所以不能掉以轻心呐、啊，不能掉以轻心呐、啊，这个怎么讲？其实至少你国内不要被渗透。到底黑枪有多少？
都是案发以后才说啊，那是黑枪，那么容易？现在有20万、30万的人到处都是，问题是有20万、30万的人，他要拿到枪，那么容易？这个怎么解释啊？这怎么解释啊？你们不敢面对，你们不敢做全国的这个清查、搜捕，你们抓人，但是不抓武器，这很奇怪。什么一清二清，人进去了，他的组织、他的武力在外面还继续扩张发展，他的事业版图，还有明代漂白的，还继续的扩张。八大行业都谁在包？谁在养？他当议员、当立委，你为什么不敢面对呢？包括我们持续在做这些，但是我们看到的，你做何党呢？这党做何笑眯眯呢？哦，从南到北，所以台湾哈。马凯教授说台湾的经济是面临崩溃哦。马凯这样有公信力的学者公开讲出崩溃两个字，那其他我们的治安呢，我们的国防呢，会不会提早崩溃？哦，万一不堪一击，笑话连篇，到时候怎么面对啊？再来指责谁没有用啊？还有时间啊，疫苗都要充分利用，我只是这样提醒，真的，哦，真的。那现在以前，哦，匪谍在你身边，哦，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到处在张贴。你现在为什么反恐不变成全民运动？但是你如果要将反恐当成全民运动，那什么叫恐？他们的特色怎么样？他可能笑嘻嘻的，可能跟你要好啊。可能还给你好处啊，那怎么办？好，方向这样，时间很急迫，好，我们希望不发生，但是发生以后，真的全民后悔，可能没办法补救，不要开玩笑，好，而且现在大家了解嘛，好，台湾面临一个改革的十字路口，好，2016年是台湾存亡改革的关键年。改革没办法启动，改革没办法成功，台湾绝对灭亡国灭种，必然的。连马凯教授都说出经济面临崩溃了。哦，不是西大化而已，西大化没有崩溃，西大现在，哦，还可以重新来，他没有崩溃，菲律宾也没有崩溃。竟然他说出崩溃两个字，我用经济来形容，哎，来隐喻。那其他呢？我们的军事，我们的治安呢？我们的国防呢？等等等等，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其余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姚文智、吴玉生、张庆忠、周宁安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本日会议委员所提质询未及答复部分，亦请另以书面答复。我们明天这个26日上午9时继续开会，现在休息。
那个人心，我看有多少钱。